大姐，大姐告诉你，找到如意郎君找人。找对象。下达命令。走走走。哎呀，明老妹子，用大连话来说就是老对同事，咱们那边就是同事。我这个行，咱们再来口条还有吗？口条也没有了。这口条能软和点是吧？对，他这猪耳朵也软和。那这耳朵软，瞅着软。这样。我现在不在这边，他下个啊。离这边有点远了，所以说上这边。啊，也好吃。喂。这爷爷在讲什么？独特的味道，这是我们这块的一绝。啊，八百之内。得给你拌好喽。我这上班，我这是明天。我大嫂叫，哎，好，常建家副总监，大家也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对，嗯。原来我大嫂总给我们买这个，在家拌的，这拌的味儿可好吃。嗯。就是今天咱们晚一点的，要平时过来都排大长队。啊，人多，厉害哈。好厉再整点小的东西，整太腻吃不了。嗯，咱们搞点黄瓜的一个菜，完了再回家再整点素的。我能做饱了啊，少辣就行，剩别的都可以，少放点辣。少辣，放这些调料：鸡精、盐、芝麻、花生、糖，什么油？麻油。这个叫麻油。辣椒油，这应该是材料油。嗯。这是一个醋，一个生抽，整的明白了。一个蒜水，蒜水整的明白。就这几个料哈，但是美食。好不，我们回家拌一拌，放点香菜和小葱。对呀，这不是一道菜啊？卖那个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就他家的。对，就是他家。我吃一个这个。嗯啊，鸭脖。啊，他五块六一个。五块六一个。还有那个肉丝呢。啊，这都是咱们正常的那个。它肉丝一个就八块钱。肉丝一个八块。嗯。好，好了，走吧，二哥。来，谢谢。走吧。我爸拿的，给我拿的吧。给我拿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？就我盯着就不吃。不是，这俩扣张妹儿，张妹儿就不好了。一人一个，走。一个。这是个啥呀？这是个寿司，对，我大人买的。这家伙。这张妹儿他就漏了。你大人今天妥了，你大人平时就愿吃寿司。嗯，我上里边看看吧。啊，溜达不溜达那个？溜达溜达。逛一圈完咱就走，差不多了。西红柿哥哥就上这嘎来是不是？他自己能找着，他没啥事自己上这溜达。他那溜达溜达，买点买个肠。对对对。买个肠。对。咬一口得稀酥崩脆哈。这些嘛，是不是？玫瑰花上面，嗯，十块钱五个，啊，那我来五个，给我大婶买一杯，来一杯，加柠檬或者百香果，加吗？加百香果，可以加百香，加百香果，来一杯呀，啊，现榨的，我来，走，我学习学习呗，啊，这就这么了，这个真是百香果酸。酸甜，说特别酸。啊，你看你这么快呢？哎，这玩意儿好啊！整俩。你从这熟了，那不好。这嘎出丝儿。这玩意儿整的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这太厉害了，这个。一点渣子没有。来，大姑老侄买这，大姑老侄买这一串香。这挺费呀。两根甘蔗，这一根甘蔗好像得10多块钱，差不多。这一杯多少钱？15。15还。好，谢谢啊。甘蔗。哎，大姑奶侄每次都。这真不贵。啊，真不贵啊。这个行，来，这个给你大孙子拎着。这家又来一个。店长推荐。哎。绝对好。这草莓这个。鲜打皮正常是不是啊？嗯。10块钱5个最合适啊！嗯，我看全场就他最合适。那必须得买。来上菜。上菜。哎，这个大了，行啊。哎。快。
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猪耳朵，你看你这玩意儿是挺好哈。嗯，拌好，拌的挺好的。看看这菜怎么样？这挺实惠的，行啊，这一大盘子肉，还有那粉肠的，这整的够了，够了，嗯，够了。来个小鸭片，嗯，来，再配个小水果，哎，这是调味的，这就相当于辣根了，像半个辣根，我这个是用来蘸这个米饭，蘸这个寿司的，明白呀？他那玩意是干啥？那是愿意吃这玩意儿，不用急完了是吧？那玩意儿。它这个是啥玩意儿？不知道，章鱼，嗯，是不是？好像章鱼足，是吧？对，这家这个叫阿满这个食品是不是好吃？确实好吃。嗯，味儿啥的，是吧？嗯，你吃自助餐以后加这个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隔路味儿，嗯，是吧？然后用的还不腻，嗯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是吧？你这玩意特别烂乎，你形容一下，烂乎，烂乎。你拌的。小料还高的呢，好不好吃？就好年了，这个老爷子，嗯、那师傅，嗯，你这是不能叫老爷子，叫大哥，嗯，大哥，这大哥这，来来，这轱辘不能，大哥看着，大哥看不看着人家？他在那干活的时候，那也是在那，多少年了？就搁那。他有干十年。哎呀，徐东石是几岁的时候？徐东石，你记得吗？那得转地转地嘎子找你妈去。嗯，那得，那时候来大连了不？没来，没来彻底来大连，就是咱们来溜达来。啊，嗯，最早啊，主要我头一次整的来时，嗯的，哪呢？啊，那个不是那次，嗯，那后面我领来的。嗯，你那是第二次，我头一次领他来，那不上那个几岁呀？六岁吧，是七岁吧？给火车上吗？哭那回，嗯，跟警察哭的那回，嗯，那种，跟警察哭了，我瞅不着哭的。张大商就专认准的水果糖嘛，别的糖不吃，专吃水果糖。旁边卖糖的一大溜黄纸的小黄纸小水果，回来上那抓两个吃。嗯嗯，吃一个你警察照吗？哭的挺感动，这家跟前好几个人都哭掉眼泪了。嗯。舍不得走吗？舍不得走。嗯，你警察都来了，啥又给我扔这儿了呢？这不正经来了，先是拐卖的，最后我把真实情况一说，嗯、不是拐卖的。啊，他心里拐卖。那当然了，小孩哭啊。小麦脑，那还不是那次呢。嗯、我记得有一回整个小麦脑，说要搁我家，我不拿走，意思我小麦脑拿走了，嗯、我就回不来了，是吗？嗯，是不是？那次有妈来。哎呦，那天那次你没来过吗？不是那次，走那天吃的三鲜馅饺子，我还记得明明白白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徐家德是吧？吓人的饺子，一里一不是徐家德，自己在家包的。但是我儿子也矫情，他也觉得好像是要走，但是他告诉我，反正就意思我要走，我还得回来。对，那你说你那时候你不愿回去，后边那让你上大连来，让你上你妈这来，他咋就不干了呢？他不来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后边你就不愿来？那你分溜达时候干啥？啊，溜达来啥人啊？啊，其实你说来大连，你还可以回去，因为知道可以回去。嗯，那你想想，你来大连以后就回不去了，那你就不一样。来就上学了啊，对，嗯，现在你要是出门的话，你就像我跟你男朋友俩，你都得领着我们来。嗯，那有的手啥不会办。嗯，你像买个票了，来回这个倒个站了，来回上点候车室了找。嗯，年轻人你现在人家就能明白。对，那你像买那个票的话，人家往那里嘎嘎一摁，完了啪啦一下子，那个手机的话一扫码，嗯，你像那啥，那这那个这么大那个小假钱咔给掉出来，那可不行，我就不会扫，我瞅好有我就需要好有呀。我说你要有啊，你要什么吗？这玩意跟你的年糕有点像。我不愿意吃这玩意儿，你老姐愿意吃，我喝酒不吃。我来一个，吃那个得了。这玩意儿好吃，这些玩意儿都吃的。那是白面的，那我全年啊，烂根没有黏盐。嗯，这就是咱家的。不是很黏。小年糕饼子，那馅儿有点少，感觉。嗯，那馅儿多点就更完美了。但是馅儿甜。为啥这不是很粘的？很粘在这儿，它就走形。嗯啊，那一粘它不就一烙加热，它就走形。有点筋道。发胎了嘛？嗯、这个它是
不是那么特黏，他就连外就要啥形状，特别圆圆，好干好烙。啊，那都这是筋豆。对呀、啊，筋豆形状好的。对，它的比例，它的比例得是三分之一吧。嗯。要吃。三分黏面，一分。像人家年糕饼子厚，咱东北那个年糕饼子，你忘了？嗯。那家伙都成一个蛋。那是。你少蘸吧，干蘸辣根啊，多酱油了，蘸尽量蘸点，尽量多蘸点酱油。你人西红柿高酱油掺上一块了。你老吴，你老吴是我能吃辣。你老吴来个狠茬，你是人挺辣的。啊，你那吴是什么咸了、辣了、苦辣酸甜？酸了、臭了，啥都会整。苦辣酸甜，咔咔就是造。我准备张手指。准备张手指。不是呢，这大侄都得看好了，一会儿就得香的啥？没事，出点事儿。你的妈！不能辣咽进去了，你。哎呀，上劲儿了！哎呀，哎，冒汗了。没事，上头了。你整那么狠干啥呀？嗯，是。来轻点的。哎，这是今天新买的吗？这衣服？啊，好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辣不会说话了，这整的。我说了，确实辣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咋的？妈，你来一个。我可不来。这个确实挺重。啊。你这个吃的行，一咬一股豆儿，直冒泡儿的。你这确实是辣。是辣。而且你还。你还得一直辣呢，这跟你爷吃下，你爷当时我跟你说，多干一两就。我刚才蘸了，我这高大虾蘸的，蘸一下刷一下子。我这个还行的，我这个还起码还有两袋儿。用直接蘸一下呢，啊，那用稀释了。我就得蘸一下，就这正好。你也整啊？他爷很会长。我觉得你小心点，有点辣。我觉得稀释了有点。嗯，这还不辣呀、啊？他爷上次挖孙子得蘸一下，这挺好的。这正好。人有的时候就是爱屋及乌，我喜欢你，我连你的蘸料都喜欢。你给我整红点儿，我吃的鱼子的。对。你俩给那都吃的。来啊！我说不来。你尝尝吗？不来一块儿。我不尝，不尝。你们仨都吃的。啊！不尝，不尝。不尝。不要。这是啥的？这有那蟹棒，为什么？蟹棒你光吃它，你看你啥时候？你整那玩意儿？你不是人本身高，蟹棒是肉丝。我知道。你把蟹棒拿去是大米饭团子。大米饭配这个，真整啊！蟹棒这不是那个？你吃它吧，涮锅那海鲜吗？是正好。你看我愿吃海鲜，我愿吃这个，不愿吃大米饭。你真的是。这手不爱盖住耳朵，这大米饭能饿？你这样会吃？这不耳朵咋的？盖住食。人家说自身寿司呢，你这猪耳朵的，自己放着。耳朵盖饭。这个寿司吧，实在不是说一般寿司，你昨天做出这个，嗯，这个味儿，做不了。咱们有的食材，有的食材你做不了。你像人家你妈要是喝大米粥的话，你要是来的话。能喝，你要吃这个，嗯，健壮的他不吃，抓两个吧。哎，这个好这个，嗯，这喝酒行，哎，这太行了，嗯，这些还能喝点，嗯，这玩意喝酒行，水果。那今天整挺高兴，我老爷子啊。那这说那干啥了？哎呀，这五件衣服到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人家老王买的少啊，老妹儿，我买五件。五件 T 恤，我那几件衣服是质量都非常好，穿的还非常合身儿。来一次就买远，来一次就买远，真的，哪回都得心满意足。我们那块挺好，那单发，然后能逃得住。咱们就是咋的，走得快，完了之后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对，你要说慢慢找，慢慢找，其实我能买上十件，那一夏天够用。我春夏秋冬基本上全是这玩意儿，全短袖，全短袖，每次来这个色儿挺正，对对，就好点。比我那天在家买的红色儿的啊，那红色儿有点深，得你买浅色儿，强多了。嗯，因为他有的时候视频上了之后，我哪浅色儿的都能错过，哪那就浅，浅色儿的。他买东西好买，差一半就跟我似的，要脚穿的肥大了，要脚差一半就可以了，能穿就行。对，能穿就行。胖一点，哎，能穿就行。时装那样式的啦，带飞的边的啦，特殊图案的啦，骑行的啦。
啥都没有、嗯、就是什么什么大熊猫这个那个的什么大熊啥的、嗯、前边后边五彩缤纷的那个我不要、嗯、但是这种吧也行，就是说那你实在没有你咋整，一人一个风格、嗯、那你看今天我给你妈选的，妈就不喜欢那样的，那、嗯、个人的喜欢，那就你感觉好他不一定能感觉好，那、嗯、你能看好那老不一定看好，那老看好你还不一定看好，嗯，这玩意儿就是个人的，我俩买衣服他能看好，他能看好我那个我就看不好，我俩都差距可大了、嗯、就是衣服100件衣服哈、嗯、我相中80件、嗯、他能相中20件就不错了， 嗯， 嗯，他眼丢，嗯，看这是一个眼光啊，这很正常，好，来干杯干杯，来，好朋友，你整一口吧。那喝一口。五个小菜，一个那个小饼啊，哎，这咱吃的非常高兴。是没关系，对呀、哎，不冷不热，你说咱喝点小啤酒，这就是一个享受，生活，真的好。哎，就是这五元一个，真高兴，真高兴。啥给说的还？拜拜吧，嗯，拜拜，嗯，就是在这个儿子儿媳妇他给买这个衣服，嗯、就在我非常随心所欲，包括姑娘给买的，姑娘没给买今天，不是姑娘还有喝那喝老太太把钱都准备好了，下一步，下一步已经准备好，但是我不需要了，我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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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